韦氏牌限量复古机车，每台是38,000。意大利韦氏牌机车堪称560年代把妹神器，当时只要有一台韦氏牌，在妹出游可说无往不利。代理商太古运通为了满足车迷的回忆，并打造独特意式骑乘的风味，特别至意大利原厂引进珍藏系列车款 LXV125，并在昨天举行发表会。外观设计承袭经典复古元素，但一体成型的钢制车身更具安全性。圆形头灯搭配小光镜，分离式的内皮革坐垫及不锈钢后置物架，处处显见古典风味。动力引擎为124cc 四冲程单气缸，前轮碟式刹车，后为鼓式刹车，油耗约每公升跑39.3公里。太古运通说，这次全台限量50台，有3种颜色，每台售价是38,000元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